那个杀手你认识？认识，熟人。人呢？放了，说了是熟人。算，小问题。那什么是大问题啊？你现在你是最大的问题。 我宁入狼群不伴虎，那你说我是狼，还是虎？你说呢？我是虎。我不可能让你在毒品市场上一人独大，因为将来你肯定会回头咬我。 你搞错了一件事情，他们也不是狼啊，顶多一群狗。所以我要养着他们，把你杀掉。